手胡夏最近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《傻瓜探戈》，在庆功会上呢，他就和柳岩共舞了一曲《傻瓜探戈》。那么他们俩的舞跳得怎么样呢？难道我想给你爱，而你只想要歌舞伴奶奶？胡夏，你感觉跟柳岩一起合作感觉如何？这个腿下盘不稳哎。没没，我是腿。我是裤太紧了，不是下半部了。简单几个小动作就遭到舞伴的嫌弃，胡夏，你这舞蹈水平还真是有待进步。既然是新专辑庆功会，又不是唱跳型歌手，胡夏为什么偏偏要挑自己的短板来展示呢？我很想有一个机会能去让自己学跳舞，我觉得跳舞会让自己更有自信。我在跳那个时候很大压力，害羞吧？真的。我学 Tango 是学速成班的，我只学了五天，然后第六天拍 MV， 我是在第四天的时候才敢直视女生的眼睛。哦，对，因为靠得很近。说起来。